They are in fact psychopathic monsters. 恐怖分子心理变态，美恶霸祖父仇者联盟打伊斯兰国。Les actes de guerre de vendredi ont été décidés, planifiés en Syrie. J'ai donc demandé a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se réunir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pour adopter une résolution marquant cette volonté commune. 法国政府强硬回应上周五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策划的巴黎恐攻，连续两天对伊斯兰国大本营纳塔加强空袭。昨天更史无前例要求欧盟成员国协助海外军事行动，造成129人丧命的连续恐攻引发全球公愤，也提增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决心。法国总统欧兰德前天罕见召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誓言消灭伊斯兰国，并有意和美国与俄罗斯结盟共同对抗。美国方面则松绑限制，分享空袭情资。国务卿凯瑞昨天也抵达巴黎，力挺法国。War against all civilization. 另外，俄国官方昨天证实，上月31日坠毁在埃及西奈半岛的俄国班机是遭到炸弹恐袭。伊斯兰国也宣称犯案。俄国总统普丁祭出16亿台币悬赏真凶，也下令对叙利亚加强空袭。昨天俄军展开空袭前，也曾知会美方，美俄法的反恐联盟渴望成型。动新闻综合报道。